最后他妈的又不是我的错，那分开，因为我不能接受你呀、啊，我们就分开。我竟然到这一刻站在这边，都还没有讲过一个你不对、欸，这个才是一个男子汉嘛。你交往了一个女生，然后到最后回头来干掉人家，不要这样。我心里面最大的难过就是啊，跟你们相处那么久的时间，然后人家都来曲解你。吴宗宪他的回应，黄子佼指控大热门十周年主持群想请欢，谢谢你们这十年来的一个照顾。Jackie， you jump， I jump， hey, me too， me too， 不。对，陈汉典一句 Me Too， 不小心带到重点啦。黄子佼卷性骚爆料后，昨天发长篇道歉文，吐露心声。综艺大热门十周年记者会，吴宗宪也表达看法。丁丁跟露露，我们也跟着骂。是不是一个感情很复杂的人？他真的是真情人。对啊，很 pure。你每交一个女朋友，都是为了要生小孩，真心诚意。为了对了，要为了要有未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继续玩了嘛，该公布了就公布。我没有啊，对啊，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？提告是律师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如果能够因为诉讼，然后有所得的话，我就全部会拿来做公益。我心里面唯一难过的是，就是都是我非常亲近的朋友，对，怎么？我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才知道我在你们的心里面是被误解的嘛，最后他妈的又不是我的错又不是我的错，那分开，因为我不能接受你呀、啊，我们就分开。我竟然到这一刻站在这边都还没有讲过一个你不对、欸，然后这个才是一个男子汉嘛。你交往了一个女生，然后到最后回头来干掉人家，不要这样。我心里面最大的难过就是啊，跟你们相处那么久的时间，然后人家都来曲解你。身为管妹，我就是能做我能做的，对，然后给予关心跟支持。那灵魂有没有好一点？你不本来不是说灵魂有受伤吗？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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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有。那这部分我也都是跟有跟耿如联络，对，然后也问他能需要什么样的帮忙，这样子。对，那我对于你所有的事情也是像信哥一样，就是抱持祝福的心情。综艺大热门从2013开播至今已经十周年，带给大家无数欢乐与感动。节目组特别安排时空胶囊封存仪式，还和三位主持人签订养你一辈子合约。为明确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黄子佼三方之权利义务，经各方同意后，合意签订本合约。约定条款如下：第一条，标的三方同意本合约期内担任综艺大热门节目主持，不能函扣，并全力配合。这个我们老早就配合，就没有配合那个已经离开了。好，第二条，合约期间，本合约期间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一辈子，好，这么长，一辈子哦。欢迎收看综艺。